原标题：黄埔四期名将众多，除了林总、张灵甫、胡琏外还有谁？都知道黄埔军校前六期出的名将最多，说及有名的人物，如军史才能突出善于少胜多的徐帅、抗战名将杜聿明、关林征、郑洞国，还有黄埔三杰之地陈赓等人都是一期的。然而二期与三期有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、抗战中的疯子战将邱清泉，还有抗日虎贲军的王耀武，与黄埔第一猛将方先教，还有如果不牺牲就是元帅人选的黄公略。四期方在后面再说，先看看五期与六期。有趣的是，五期学员几个有名的人物大多都是我党同志，如许光达、东北战场抗日英雄赵尚志、红军大管家杨志成，还有在解放战争被敌军誉为排炮不动、历史十纵的宋时轮，而且有两位是国军中人，但真实身份却是我党地下同志，他们分别是廖运周、郭汝瑰。而六期有湖南军人第一的廖耀湘，在抗战中打出中国虎的称号。还有被誉为最神秘的人物戴笠，是蒋介石最得力助手，在蒋介石败退台湾时说，如果戴笠不死，我不至于变得那么快。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中占重要位置。当然还有程子华、孙明锦、罗瑞卿等人。再回头看看黄埔第四期学员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四期出的名将可以与一期平分秋色，例如林总、张灵甫、胡琏这三位都是当时顶级名将。林总我军第一战神，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歼敌最多的一位，而张灵甫、胡琏则是抗战时间后起之秀，也是抗战名将。可以说黄埔四期是名将众多，那么除了林总、张灵甫、胡琏外还有谁？还有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，著名的抗战英雄，还有能逃跑能打仗的李弥，并还有一位特殊人物刘玉章，两次在林帅与粟司令手中成功逃脱，可见打仗能力不一般。像还有国军王牌第七十四军最后一任军长邱维达、抗日英雄赖传湘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湖南梁家段同日军激战时壮烈殉国。当然还有民国史上年纪最大的国防部长高奎元，百来岁还被蒋经国请出山。再来看看我党都有哪些名将，如陈赓最佳搭档郭天民，在战争中赢得郭同强的称号，又被大家称之将军书法家的唐天际，还有与彭总、林总齐名的曾中生、武忠豪，都是如果不牺牲都是元帅竞选人员。其实还有陕北红军代表刘志丹、贺老总帐下第一浙江段德昌。当然除了六期，后面还有七到十二期，不过随着抗日战争需要，原来三年一毕业，后面就三个月或许一个月，因此可以说八年抗战中好比十位黄埔生，就有六位牺牲于战日战场上。在这里向抗战英雄敬礼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